会能把安妮带回来。冷美，受死！弟子元，好身手！你把安宁给我交出来！杀！杀！北城守兵已溃不成军了！想换回安宁，至少得拿出些诚意，不是？安宁已死，你居然还想利用他？弟子元，你可知道，你每日安寝的时候，安宁整夜整夜的做噩梦是因为谁？你逼他当众指认自己的亲祖母愧对自己亲人的时候，你可知道他心里的痛楚？他所有的痛苦，都是因为你。眼下，你居然还有脸指责我在利用安宁！你要是真为他好，你就应该拿出几座城池，合意献上碎币，把安宁交换回去，好让他魂归故土。冷北，你够了！他毕生的心愿就是寸土不让，不想还人就受死！快走！做得很好了，你把青南城夺回来了，子元，子元。